不用周折，皇上，这些折子都是请朕收回废黜之命，不看也罢。你们多进宫走动，打探消息，并查探哪位大臣对二哥不满的，推波助澜，让他们上折，反对二哥复位，让皇阿玛多加考虑，好让我们。 争取时间。那天皇阿玛跟我二哥说了什么？奴才当日在门外，皇上跟二皇子在殿内，奴才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。